国上炸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别打了，看看这是谁。师傅，他们怎么叫他老大呀？师傅，怎么回事？蔡妍，你果然没死。兵尖子们，至尊宝印在我手里，我还是你们的老大。表八字，不好意思，你手里的是假的，真的在这里。兵尖子们，有道，你们的老大只有我一个，想要跟着我发财，就把这和尚给杀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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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